Hello， 大家好，我是劉以達。我有幾部戲想介紹俾大家。第一套咧就係《大內密探008》嗰套戲嘅電影配樂咧，又係我做啦。同埋咧，佢係我第一部稱為冷面笑匠嘅第一套嘅電影啦嚇，《大夫》咁啊嘛。呢度得我同你哋扮女人已经够噶啦，你仲要扮埋女人声想谋杀咩？身为宝龙一族嘅情报人员，我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咁隐藏身份，做足啲好。咁第二套咧，我想介绍咧就系《工学机动队》，因为咧其实呢个系我嘅童年回忆嚟嘅，非常精彩嘅日本动画嚟嘅。咁嗰陣時咧，由第一集我已經睇嘅，集集我都有睇嘅，啲畫風啊各方面咧我都好中意，同埋咧佢好興咧係攞咗好多香港嘅實景啦嚟變化咗自己嘅一啲場景嘅嚇。其實都政府。咁第三部戲想介紹俾大家咧，就係《神算》啦。其實咧，呢套戲咧係我做電影配樂嘅。你知許冠文啲戲咧係真係冇得頂嘅。除咗《星爺》之外咧，佢係另外一個好勁嘅喜劇演員，同埋佢真係喺呢部戲咧同阿黎明咧係。擦出火花，有機會的勤力啲啦。稅務局做嘢好悶噶，唯有當騎牛揾馬啦，係嘛？你咁嘅態度做事點得噶？只只牛都要當馬騎，咁先騎出火花噶嘛？牛啊，點可以當馬騎啊？得啊嘛？